老细。哇，老粥。哎呀，有果皮冇喂。广东顺德老酒家透过时蒸酒晒处理陈皮。试下我哋嘅狗仔鸭帽，好出名噶。好啊。因为个陈皮咧，佢可以带出嗰种果香、甘香。所以其实是非常的下饭的。你看，我们只叫了狗仔鸭，其他的菜还没上哦。我们已经吃了一半的那个饭了，对不对？唯一最麻烦一点咧，要睇佢咧，就系呢个陈皮。芋头扣肉、凤城水饺、鸭肉汤面，以陈皮画龙点睛，甘香四溢。这一道菜怎么样叫？我不会叫。大姨妈咖喱，关大姨妈咩事？我大佬，唔关事。大姨妈嫁女，连大姨妈也不知所以。因为我哋系广东顺德人，咁样广东有三宝，咁其中一宝咧就系陈皮。我们就用这个陈皮红豆来做 sorbet 雪泡。